好朋友早安，今天是2022年1月30日星期日，春节连假第二天。大家还记得复兴路四段的路桥吗？复兴路路桥已经在民国106年4月17日开始拆除，106年6月5日完工正式通车。还没拆除前，每个星期都会排定一次的加班清扫，每次派出5个人，一个人拿着警示灯在前面防护。为了避免车子过多，我们都约在早上的5点就直接过去清扫。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刺激，很令人难忘的清扫经验。最后祝好朋友2022年工作顺利，家庭美满，心想事成。因为很重要，连续3天祝福，拜拜。